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克，今天要玩 Minecraft， 今天要玩 Skyground， 然后因为素描不够的关系，所以杰克花了一点时间重玩。然后目前这些东西是我们重玩之后所剩下的，对。然后已经到任务五了，就是考完考级。然后那我们现在有六个素描。然后据说黑橡木必须要这样子才可以长大，对。然后我先摆中间一点，抖抖抖，对，摆中间一点，然后让它长大。啊、这边有一个骨粉，长大吧，好吧，失败，然后自己慢慢来。然后今天呢，我打算就是扩建一下好了，对。因为接下来是要种，对了，要种小麦嘛。那我们目前也没有种子，那我们也需要骨粉，我们就必须骷髅。现在没有，然后这边我也整理过了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先把它关起来，应该暗暗的，等一下就会成功。那。我自己玩的时候，我也自己摔死过，摔死在这里，超可怜。那我们，那我们先做几个半砖扩建好了。十个换四十个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再来烧煤炭。好，那我们扩建一下吧。升怪的时候，小地图会跑出那个小图案，所以不会 lose 掉。哎咻，嘿，就大概扩个可以用的地方。然后因为就是半砖的下半砖，如果是这样铺的话，怪物不会在上面生长。因为它不是一个，它是半个。嗯，应该以后也会玩到，就是需要面积很大，所以先放。那这样会不会怪物来得很快？哎，没事，我以为听到怪物的声音。然后这里也要。然后最近杰克的网路终于可以开720了耶，那之后可能也是会直播这个系列，就是收集一些资源这样子，然后就是不要在拍影片的时候做一些比较乏味无聊的事。这边铺完，然后再去怪物神馆。感觉目前都没有神馆，铲铲的说好的部分。感觉我的土地变大了，开心！哎，神怪了，神怪了，神怪了！结果正在外面，他死。掉下去了。哦，这里配小，先这样。然后上面泥土都先打下，应该之后也会用到。然后上面还有，等一下，吓死人！啊！等一下，突然就长在身上。各位。吓死人哦！突然就在我身上突然长出来，吓死人！然后整个丢了一下，为什么会长在外面？
可怕哦！这应该是第二个晚上了吧，还是第三个？忘了。那我觉得多做几个火把好了，不然感觉有点暗。哎，还多一个。然后因为半端的关系，所以要一个才可以插。会不会太亮啊？然后就不会升官哦。这边火把，难怪不会升官。来，可以升官。那我们把这个香菇挖掉，你看马上升官，超有效率，真的是。然后就升了什么降币之类的。太小，好，用完了，立马升官，太有效率了。上也升了一只，因为刚刚那个圣怪钻亮了一下。我感觉我要做防线会比较好一点，先上去好了。哎，没有，上面没有。我们先回家做把剑。他又失足，然后就掉下去了，有点可怕。那我觉得一个鹅卵石。应该这下面就有了吧？挖开，挖开，这里就一个，好，就可以做直接做实践，然后补回去。那这边有一个骷髅的泥土，那再分解一个原木，然后木棒，然后做一把剑。这样比较容易砍怪，实践。好，那我们再出发吧。会选。还是两只。哦，把火把打掉，落马是一只。它掉种子。做一些事。哦 ，Creeper， 哦，还好是防爆的，没想到没防爆就 G 了，我的素描就没了，然后我又要重玩了。如果真的会爆的话，我真的又要重玩。Hello。像它还是会喷那个骨头，但是会被立即的散掉。然后我们刚好捡到一个骨粉，然后一个种子，我可以先回家种一点小木鱼的任务。哦，立马升官怎样？走位走位，好像我们家这里太暗了，要差点。一只升怪不是办法。哦，不能睡觉的真的是有点麻烦。然后骨粉撒地板，哦，好多花。那么，有种子，还蛮多，有三个了。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出面包，只要等这三个。把它繁殖起来，这里有一个线，然后我们再下去杀苦工，应该是泥土苦工，是真的苦工你收不到我，
抓不到我。来吧，不要犹豫，冲过来吧。呜、哦，吓死我了！再上去。好，我们又拿到一个骨粉，我们应该烤一点鸡来吃，对不对？烤鸡很补，超补。那我们有一个肉梅，它应该太贵了，这样子就好。然后，我们木头应该要先留着。大大宝，耶、yeah! ！我的树，我们终于又有木头。为什么他之前没有跑出神秀？嗯，又剩骷髅了，等一下再跑去杀一下。那感觉这一集应该就是一直，欸、我的搞不是斧头坏掉了，再做一把。感觉这一集就是一直忙碌的。过面包的任务啊，然后获得更多的骨粉。那我觉得先伐大概一半，然后之后再花一点时间把它伐完，然后再拿到更多的树苗，然后再继续繁殖。有小兵的水，哎，还有一只真正的骷髅。但是他都不掉那个骨头，都只掉骨粉。哎、欸，一个骨粉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去。这边还有，又一个种子。那我觉得这一个晚上结束就差不多结束这一集了。这边烤鸡，给你回个血，然后再拔我们的木头。不知道烤面包之后会有什么东西，蛮期待的。上去我们看木头可以再做些什么好了。哎，快要白天了，看左下角的那个颜色越来越亮。刚是不是拿到一个树苗？好，应该这颗就差不多这样了。然后我们的虫子一直没有长大，那这一集差不多就到这边喽。什么声音？哦，姜，应该是姜米吧。先把它斩掉，然后边结束掉这一集。那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可以在。右下角点个喜欢，或在左下角点个订阅，随时跟踪我的影片动态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